桑巴走步分为四步，一学就会。四步完成，准备。第一步，收紧，收住我们的中段，动力腿向前，支撑腿脚后跟起。好，第二步，中段保持不动，动力腿向前移动。OK， 这是第二步，不要断掉。第三步，摆荡，中段的摆荡，啊，中段的摆荡。好，第四步，持续拧转，动力腿继续向前。这是第四步完成。再看一次，第一步，第二步，第三步，第四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